球打成了一个中外野方向的飞球，打得相当的深远，中外野手往后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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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Home run！ 哇，说实在，脑海里哦，刚才也有一些牛迷跟我想的一样，就在想吴宗俊这一阵子好像老是在转播当中或者是在媒体的报道都会提到他今年的全垒打还没有出现，包括在脸书上吴宗俊都基本上还蛮期待说赶快打一支全垒打，哇，这时候居然飙了一支中外野的阳春炮，所以这支全垒打出现了，他的压力也被释放，我本来一直在期待，因为新农牛不然的期待吴宗俊就是一个长打的一个选手，我刚刚看了那个球了，打到的瞬间只想到一个锦将武，因为打起来那个杨